直播把8月17日讯，据《曼彻斯特晚报》报道，在意甲转会窗关闭之前，曼联已经准备让达米安继续留在球队。今年夏天，尤文、国米和那不勒斯均对28岁的达米安展示出了兴趣，但他们并没有送上让曼联可以接受的报价。尤文已经签下了右后卫坎塞洛，国米签下了克罗地亚国脚福萨里科，而那不勒斯则签下了曾一度是曼联转会目标的马尔库特。曼联内部的消息人士称，关于达米安离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他们希望意大利后卫继续留在球队，因为他是一名非常职业的球员。达米安和曼联的合同进入了最后一年，但俱乐部可以选择和他自动续约一年时间。在欧洲转会窗8月31日关闭之前，曼联没有出售任何球员的计划。达米安希望离开曼联，他在首轮比赛之后重返意大利进行了周末度假，但他目前已经重返曼联的卡灵顿训练基地进行训练。英超首轮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，曼联主帅穆里尼奥让达米安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。球队队长瓦伦西亚和小将达洛特目前仍在养伤，而弗苏门萨已经租借加盟富勒姆。上个月，曼联将小布林德以1410万镑的价格出售至阿贾克斯，荷兰人得以重返自己的老东家。另外，他们还将山姆·约翰斯通以650万镑的身价出售至西布朗。曼联曾愿意出售罗霍，但没能签下合适的替代者，而且曼联高层阻止了出售马夏尔的行为。尽管穆里尼奥对出售法国人持开放态度，